金曲。我们欢迎翁立友和世颖为我们带来的《回家乡》。因为通常我们要找搭档都不会找比自己帅的。对呀，立友可不可以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你的师弟啊？对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师弟呢是来自我们内地，哎呦，他是这个东北哈尔滨人，对不对？对，哈尔滨啊，誓言还有那个京剧的底子啊。13岁就进入黑龙江省戏曲学院，哇，学了6年，露两手，露两手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哇，内地太现实了，阿爸也是可以的。哦哟，甘青云，内地有京剧吗？我们来一个原住民的，好不好？苏族的母语。哎呦，有福了，既然阿庞这样说了，马上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金曲乐翻天。金曲乐翻天，翻天喽！第一回合两队翻池航提示，猜出1至4个字歌名，翻到自己可猜题，翻到炸弹换敌对猜题，猜对歌名并演唱该首歌可得5分。伙伴们可要努力翻牌猜歌哦！金曲乐翻天。首先介绍我们的彤彤队，哎呦，我们的彤彤，金曲歌王立友哥，以及我们的爱成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元昊队，我们帅气的元昊，哦耶，会唱歌的安青云，以及可爱的林道远。好的，两队队长请上台上彩拳，剪刀石头布。彤彤队请翻牌，哎呦，青青河边草，青鹅阿瑟，啊，4个字啊，哦，你让他唱两句嘛，你唱两句，唱两句，唱两句，巴郎的戏，喂喂，差很多，那个叫哎巴郎的阿君啊，对的，黑啦黑啦，不色比罗，哎，青稞草，青稞草，对不对？哇，请回去，元昊队请翻牌，先不要太轻，轻太难了，轻能轻真的太难了。我就比较简单，这个多了，这个多了。我猜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不可能那么简单的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我在你们前面都不猜一下我的歌？对呀、啊，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我不要，对啦，还说我们是好朋友。老婆，怎么把我剪掉？我猜，我问天，我问他，哎呀。
各位，我问天对不对？哎呦，我这是做面子的，所以他一直到喂，你倒是不对。统统队，请翻牌。来来来来来，放这边好了。四啊，四是我的幸运数字啊。OK。哦，七七，哎呀，这个简单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一首歌，而且发音要标准，差一点点就完蛋了。对，差几点嘛，就青蛙词，青蛙词，这条叫做青蛙词。哎呦，青蛙词，青蛙词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哎，不要瞧不起唱台语歌的，我不会，我们怎么会？我没有，不敢。他美双结棍，我能请这样的？冷静。喂，下一组请就位。跳的这个绿色，好吧？哎呦，好好好，相信你的直觉。哎呦，哇！炸弹！没办法了，统统队请翻牌。炸到的画面太残忍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里有炸弹，在这里，这里就不会有炸弹。不一定哦，真的，相信我。哇！元浩队，请翻牌。好，我来。这个还没有人开过，就这个啦。下面这个黄色的还没开过。掐掐尬掐尬掐，五月天尬掐，卡打掐，笨手掐，对，不够掐的。垃圾车有没有？怎么有这首歌啊？统统队请翻牌，炸你！少奶奶，还有人，敌人，什么敌人？有我爱的人，爱一个人 ，game 丢人啊！就嘴，所以你被什么人？错的人，好，错的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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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那我是表，有错的人，错的人，错的人，统统队请翻牌。第二，爆炸啦！统统队请翻牌，来喽！你看，每一个推到炸弹，表情都是这样。我推到炸弹，我得到炸弹就是这样子，收到炸弹了。我最近收了多少喜帖？我们表决，我们表决，不行的请举手。好，观众也举手，再做一次。一二三，进去各玩功力。我最近收了多少喜帖？我们表决，我们表决，不行的请举手。好，观众也举手，再做一次。一二三，好多的。一定要弄到像新兵日记那样的哇，你那个是很勉强的一个侦探。元浩队请翻牌。我来坚持绿色。绿色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他旁边一定不会有。对了，不可能那么多啦。哎呦，亲，哎呦，这很简单呐，亲密爱人。哎呦，听啊，亲密爱人对不对？亲爱的。
的得分，耶！来，恐龙队请门牌。大炸弹！哎呀，哇，这么快就放宵夜了，宵。消息啦，所以是宵夜，宵夜，消息，消息，宵夜是消息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再见是你唯一的消息，我仿佛可以遇见我自己。越往远处飞去，你越在我心里，而我却是你不要的回忆。哎呦，很用心的唱，爱晨，恭喜你，好听的得分，耶！元浩队请翻牌。这个啦，加油！好，刚刚唱完那首，应该是道远压力大了。我相信，我跟你讲，这首歌台湾没有几个人可以唱原 key 的哦。杨培安老师的，我相信，我可以唱原 key 啊！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想八度唱。喂，我相信，对不对？林道远，好好表现，请上台吧。不然不行，庙上面还有关庙面，庙庙庙吗？庙庙是那个庙庙，我是那个李彤彤的年代有一点点远，有了有听过，有听过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好，所以你猜庙会，对啊，好，庙会对不对？别人吧，统统队，请翻牌，那就这个好了。是，尬掐，哎呀，这应该很明显，这个已经那么明显了。这个卡打掐，哎呀，应该是经典经典。打车，卡打掐，对啊，卡打掐，对不对 ？Yes。所有的歌曲都已经唱完了，是全国的观众朋友，是的，我们的统统队在这一回合得到的是20分，非常的不错。元浩队在第一回合得到的是10分，耶，差那么一点点，可是两队表现的都很好，是的。马上我们进入第二回合，耶。进入最关键的第二回合，轮流翻牌，看字提示，猜出横列3到6个字的歌名，猜对歌名并演唱得5分，猜错换敌对翻牌，总分最高者有机会成为金曲王哦！耶嘿！回到金曲乐翻天第二回合，两队队长请上台前彩旋，剪刀石头敲，剪刀石头敲，欢迎大家！元浩队请翻牌，来，好加油！第二回合了。
来。哎呦，海！我猜张学友的《深海》。信心满满要挑战歌神之歌的元浩，竟然。哎呦，海！我猜张学友的《深海》。深海。深海。爱前路一片蓝蓝深海，在心深处摇摆。深海。深海。是。有。深海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元浩，请回彤彤队，请翻牌。这个红色，跟我衣服一样。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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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水澡。我们好像也只有冷水澡。冷气机，又冷又冷。喂，有一首歌叫《台北金牙冷清清》。哎呦，台北经典，太多了。所以冷水澡，冷水澡。好，冷水澡，对不对？好，请回元浩队，请翻牌。这个，哦，来。炸死你！好，红队请翻牌。对呀，好。树，什么树哦？山顶的黑狗树。喂，马来西亚的歌手。哎呦，张志成。张志成，有一首叫做《爱情树》。哦，爱情树，爱情树，对不对？来，请回，元浩队请翻牌。这个啦。哎呀，你就林星嗨嗨，你要去哪里？林星嗨跟嗨嗨人生好像是不同歌。五月天有一首《人生海海》，林星嗨嗨有这个歌？人生海，人生海海，对不对？谢不谢，谢不谢。就算是这个世界把我抛弃，而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，所以我说。直到潮落之后一定要潮起，有什么了不起。哎呦，林大远，恭喜你得分。 Yes， 红红队请翻牌。炸弹，炸弹，我什么歌呢？还记得我吗？还记得我吗？会出这么难的歌吗？不知道。哇，还记得我吗？对，还记得我吗？不会啊。请翻牌。我觉得猜这个树好了，树应该没几首歌，没几首歌。哎呀，哎呀，元浩，你整天没有翻炸弹王子，炸弹王子，统统队，请翻牌。嗯，我的，什么会什么东西我？什么什么我的？我的不都在前面吗？对呀，我的什么东西？对呀，你是我的眼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眼，好了，应该是对了。嗯，你是我的眼，对不对？对啦。错，还不是？怎么会这样？元浩队请翻牌。这个跟我想的一样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明显哦！在什么我的？樱桃帮的《再见我的爱》。哎呀，再见我的爱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静云请上台。再见我的爱，再见我的爱，有什么借口？有什么理由？让我原谅你的错，再见我的爱，再见我的爱，梦醒了之后，你转身就走，把我留在其中。Yeah， 有，是有，金云，恭喜你答对。 Yes， 恐龙队请翻牌。这个好了，这个，哎呦，边边角角会不会炸弹？不要做表情哦。对，好吧。炸！哎呦，风，凌空，凌空，凌空，杜一敏说，来不会是我的偶像吧？传来熟悉的声音，北方了喂。喂，我跟你讲，我 only 有，我那个时候读书，我最崇拜就是这一位了，张学友。哎呦，他跟我如数家珍，这绝对应该是你冷的像风，你冷的像风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漂亮哦！夜长梦多，容易有下回头的蹉跎，日以继夜，我为你。心被偷走，你却不肯收，让他独自了
老师答对 ，yes， 元浩队请翻牌，啊，再对，林导演请回去，元浩队请翻牌，他们自动放弃换我，哎呦，这个就这就太明显了啦，对不对？橄榄嘛，橄榄树，橄榄树，对，对呀、啊，这首歌现场只有我跟力友哥可以，那你可以把这个机会让给力友哥唱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不要。橄榄树对不对？哎呦，压轴了，好了，好吧。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想念寂寥的小溪。歌曲都已经唱完了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第二回合统统队得到的是十分，元浩队得到的也是十分。第一回合、第二回合两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30分，元浩队得到的是20分，恭喜统统队！耶！这两队实至名归啊！今天的金曲翻天呢，谢谢我们的这个歌王，对，总算能够光荣的回家乡哈。最后呢，由我们的幸运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就是《龙》。